Hello， 大家，那么今天就来讲 One Piece 榜 T 的啦，小老板。那最近的话，大家跟我留言啊，说我们要如果要玩蓝队的话呢，推荐的话还是要带一下我们就是那个基德罗啦，因为算是比较这个强势的这个夺宝角色哦，然后也是比较能够就是强压那种阵型的这个角色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找时间练一下我们这个基德罗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就加油一波哦，反正基本上我们通常都还是就是那个就是南凯多先来一个压阵啦，然后真的没办法的话，我们死掉就是用基德罗来去抢点。但是说真的，就是我觉得观众给我的这个建议非常好，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要爬分啊，就真的必须要就是玩一些就是能够去左右这个战局的这些角色。因为像我之前在爬的时候啊，我会比较轻易爬的原因是因为我用的是那个马可哦，就是那种夺宝角，因为这种角色的话才可以就是打出一些奇袭啊，就是你不用完全就是靠队友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你要靠队友的话，有时候队友在其他地方就是被卡住或者在忙，那你也是没办法打出什么好成绩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如果就是靠蓝凯多的话，确实是很好玩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有效就是出去那个夺到一些那个点位，那就会比较容易就是有点像是就是你玩辅助角色啦，玩辅助角色的话，整个这个战局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逆转扭转局了，就不是靠你。可能就是只能插眼或干嘛之类的，但是你基本上还是努力要靠一些就是输出，然后去帮你搞一些东西回来这样的感觉哦。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继续走起看一下哦。蓝凯多还是靠队友，哈哈哈哈，哇，好久没有看到那个嘞，好久没有看到我们的杯先生了，我们的赤犬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然后赛季只剩下两天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究竟这一次能不能就是爬到比较高分？现在是1500啦，我再看一下，就是能不能就是能够就是打到那个2000，好不好？来吧，走起！哎呦，这队我们全队都是满等的哦，各位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对面应该，然后对面有一个尼卡不是满等的，然后没有完全勋章，有机会打一波，感觉 maybe 或许好，走起，队友们交给你们了。拜托了，我那该一起骂死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就交给我了哈，你们赶快去夺。我先看一下，因为我之前不知道，就是我们这边如果夺的话哈，我们这边中心点位的这个火球是不是能够帮忙支援？先聚气一下，有一个红靶过来了，看我的大口炮，没问题，然后就赶快，我们家那边 OK， 但是这边因为空中有那个挡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没办法守这边了哦。我们先放一下，我们可以远离一点点哎。其实还是炸到哎，还是炸到，还是炸到的话，那好像就没啥问题。凯扁，我可是狼牙棒凯多啊，你也是，去死吧，红发。那我们这边出去一点点，然后这边开炮。射那什么烂位置我，哈哈，完了，老哥，哦哟，这就是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那个账号的主人的这个金刚棒，没问题，金刚棒开扁，啊，全部给我，哎呦，扁一下基本上剩下三分之一血量了，可以哦，老哥，哟，我开始感受到飞旅哥，这就是你勋章的威力，我感受到了，扁人。我今天就是输出凯多，给我死，通通给我死！有人在用我们家，我要先出去开大龙了。喂，我要开大龙、哦！完了，被夺掉了。哇，他这样的，跟我比棒棒大小。完了，走吧。喷火，就我喷的地方都不是要打的地方啊，白痴死了！这场的话，我觉得队友还蛮燥的，各位。对，队友是很燥的。另外一边，我们也是可以轻松把那个 King 打烂哎。但是我们这边的话要小心一点点的，中间点位，有个 King， 没关系，我们来了，大拳击，大棒棒，大枪枪，全都开 ，KO， 你小心一点点哦，那个 King 想要做什么事情哦，我觉得，先守好，来了，各位，
直接强行抢哎、欸，所以真的是左右战局的角色就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他可以强行跟你硬拼啊，真的硬拼的角色真的都很恶心，好不好？完全没问题，守住啦！谢谢大家，这完美完美，呼 ，nice 哦哟，16333。虽然我最后啊也是还是靠了这个蓝凯多救了一堆这个事情哦，但是 OK， 感觉今天有机会耶。今天我再拼一下，晚点再录一下那个去日本的这个纯片，搞不好就2000分了，各位。然后当我想要2000分的时候，马上会不会就马上爆开了啊？好像也是有可能。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，让我撑久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一把。好，来啦各位，我们这边跟三只尼卡一起，而且都是满等的。我真的觉得大家这个等级都练得很好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角龙，哎，我还没有看过这只，哎，对面这边很百兽哦。来来来，这边交给我第一站，好不好？比较好的消息是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外围区域，我们朝那个其他地方去喷那个火焰，基本上好像还是喷得进去的哦，所以是可以帮助一个突袭的。咆哮！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压一下，帮忙拉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么有人突然就到我们家了？这人也太快！大棒棒打击，还敢动你们家主子啊？他直接被麻痹了。哎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中间尼卡。有，我们 King 过去了，哇，中间直接被弄掉哎、欸，但是我们的 King 是直接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哎、欸，我们这把大家真的都很会那个哎、欸，很会去各种点位，来了，大棒来袭，躲一下，哇，躲不了。我想一下这边该怎么办，我们先回到原本的点位，然后等待时机。好，有人夺他们家了，夺快一点，夺快一点，我们大口炮来一下，有夺成功，然后现在尽可能的，哦，有夺，然后帮忙开个大火球，别想 ，never。然后没人来中间点位，先偷偷躲一点点。有人要来帮一下吗？好，我又不能动了。这好像都要先顺身一下才可以动。炸！哦，喷歪，顺身，麻痹他！哎，完了，另外一边。来，我这边铁定要开个大火球。炸飞！哎，有人闪掉了，太会闪了，但中间点位好像还行，撑住！哇，完了，好像有点出大事喽。我们好像没有那种强行拔点脚啊，这果然还是很需要那个，就是很需要就是 King 或是我们那个谁啊，跟基德罗啊。我之前就会变成就是那个哎、欸，就是。就是那种，就是只能守点的这个累赘啊，靠别人吃饭这样子，没了这把，哇，可惜，真的哎、欸，会变成小累赘哎，各位，我变成小累赘啦，哎呀，可惜，没关系，但基德罗这边的话，我们就那个哎、欸。就真的比较难，因为我们如果凯多不死的话，我们就真的很难，就是带他们出来。没关系，再打一把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拜托了，拜托了，让我获胜！来啦，完蛋啦，各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破船呐、啊，这边被最不喜欢的地图之一。完了，这场我的胜率趋近于零啊。不过这个。这张的地图就是白天的，好像还好哎、欸。对，白天的这个船我好像还可以，就是接受。
但如果是那个夜晚的，就是正中间跟左右两边可以从看台下来的那个，我好像就还蛮容易就会直接败阵的。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信一点点风水啦，大家信不信风水？我自己还是信那么一喵喵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觉得那个蛮重要的，因为没有那个，我们真的是蛮容易直接爆开的。现在喷个火，救一下他们，全部喷烂，我来了，各位，往前推进。没有钻石哎、欸！大口喷火，再喷一次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勋章是真的蛮爽的，但是好像在这之前受到什么伤害，你可以就是再继续那个刷新你的这个一技能，你就可以狂吐猛吐这样子。哇，我觉得对面好像比较凶悍哎、欸，完蛋了！对啊，对面太凶悍了吧？他们整队都不能动哎、欸。我们连就是要拔心的地方都没办法拔、啊，这好像有点尴尬哦。好，炸死了，炸死了。哦，我下来了。那我往他们家去了。聚气大火，大妈拜拜。有，轰死了，轰死了，比个妈妈。哎，不是。啊，我们完了，完蛋了！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一队人没得打、啊？各位，干巴得哦！完了，真的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是不该，完了。是玩这种角色牌局限了我们自己，我们应该去夺宝之旅看看的。对啊，好像没人可以夺哎、欸，啊，我这每一次都卡，一直卡勒卡。嗨，儿子，是爸爸大口，完了，没了耶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人有办法再拔其他的旗了，哈哈，完蛋了，知道问题所在了，各位。固然守卫者很好啊，但是真的要就是能够帮到的话，还是蛮难的。完了，连手机都看不下去了，宕机了。哇，大势已去，难道这张图就是诅咒之图？哈哈。